男宿命的，吴明。哦，你爸爸来了。哦，你就不要动了。警察大人，我还是要带你去。恐怕不行哦，我刚刚查了一下。 你不是也才假释出狱吗？别挨冻，你就不要动了。不过该告诉谁呢？不过我说你们父子两个，还真是一门忠烈。老的赌博吸毒，小的嘛。 在公园里面，哦，你先回去啊，我不在。哎，一，哦，吴先生，你先回家了。只要有我，你放心了，我保证明天让小米回家。放心了，走走。哎，小米啊，啊，警察大人，你我姐方便哦，拜托。 不好意思，拜托姐，还莫能助哈。虽然吴贝贝没说什么，可是从他的脸上，我却看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眼神，与父亲一样，混杂着无助、失望、愤怒与不解的眼神。 师母好，师母好，师母好，好好，我正好搞，师母不敢当啦，坐啊坐，没关系，你坐在高架高速来不从啊？嗯，拄着啦，经过这里，来无碗，你看没错。安啦，你讲你爱喷锁，这样绑出来，该去住啊，我无用啊。好，师傅要帮忙吗？不行啊，烧烤的所在，凊彩人无听，我陪你去啊。 我是要开无？哎呀，哎呀！啊，好啦好啦，闲了闲了，我住啦。 离开不了，姑娘，嫌一碗面都煮不好吃。我才想不过呢，你到底是不是这根锤打不住人？啊，跟他两个个人的囝，家己的糟家巴肚喊你大拢无咧考虑，我无要负大老爸责任啦。哎，我跟你说过嘛，我保证你的事情我一定做到。嗯，我就去找那个家伙，我绝不会让我女儿受到委屈的。啊，哎。 哦，老三笨的，我胖水袖干的，胖公公，咱们袖管哪里袖？来，把衣服都整好，搞整齐一点啊！老鼠，扣子扣起来。裤子掉了。哎呀，吴大娘。师傅。 怎么样，老爷子在？在，都没下午了。行了，进来。来，进来。哎，进来，进来。怎么样啊？哎，老爷子最近身体还好啊？哎呦，好啥子哦？前天晚上啊，老毛病又犯了，心疼了一夜。昨天呢，去了趟荣总，一点嘛，今天不得闲，跑到综合厢去了。综合。
有缘起来啊，老爷子就是菩萨心肠，那有缘那几个娃娃在他心里比什么都重要了。哎，这个道理啊我懂，他是积阴德做善事啊，可是他应该要想到啊，他的身子还有他的病，他哪有这个精神啊跑到育幼院去照顾那些蹦蹦跳跳的小玩意儿。是啊，是啊，来来来来，换上拖鞋。哎，自己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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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杨师傅啊，你不住到这里你哪里晓得噻，他老人家呀这个心痛的毛病要是半夜里犯了的话，头上的汗呢就会像黄豆一样大，我是紧张的一晚上我都合不上眼睛，最不好受。是是是。这个人长得好潇洒啊。啊，师父，这就是那个傅老爷子死去的儿子啊。哎，你不要嚼舌根呐，要懂点规矩嘛，回来坐下。问一下而已嘛。刚刚到这来，你连规矩都不懂。那一件，好，都到齐了啊！哎，都来了，坐，都坐。杨金海啊，哎，你莫怪我说你，这一次你太服了。娃儿们不懂事，你怎么可以领头作乱，闹到警察局里去了？哎呀，这是天大的冤枉嘛！我们这些家伙啊，虽然一个个包头包脑的，他跟着我胆子很小啊，绝对不会惹是生非啊。哎，那一天呢，是不是一车车开了，心就忘了宵禁了？你看，跟警察局那些人。又添了几分业绩。你哪里懂得啊，我退隐多年，从前军政盖的那些朋友，退的退，走的走，新起来的这些少壮派跟我根本没有什么渊源，我也很难说得上话。可这一次我可是托了天大的人情，才把你们全部从警察局里面弄出来了。是是是，老爷子说的都是，我会记在心里头。我会管他们管得严一点的。这些都是你的徒儿啊？是啊。不成才呀，给老子磕头啊！你们这笨蛋，磕头都不会啊！啊，别来，别来，好，好，好，都坐下，都坐下，坐下，好，好，坐下，坐。来，喝点茶。好。吴嫂啊，哎，我们家里有什么点心吗？有有有，我呀炖了一锅红豆汤，嗯，哎，还蒸了一笼屉的千层糕。哎。那就更好了，那些娃儿也该饿了。不是我吴大娘说大话哦，
我做的点心啊，可是连那个蒋夫人都赞不绝口哦。是是是是。他们叫什么名字啊？哦，我给你介绍吧。那是耗子，哎，老鼠，还是小鱼。那个就是住医院的，叫吴敏，就是。还有阿青。老爷子。看你的样子，应该是军人子弟。是啊，老爷子。哎呀，老爷子，你这是好眼力呀！他的父亲呢，就是部队里的团长。这样子的呀。可惜啊，如果能够继承衣钵，一定是块好材料。是，是。老爷子，怎么了？这些娃儿命苦啊！你过来一下。老爷子，我能看看你的伤吗？不好吧，老爷子，不好看的。不要紧的，让我看看吧。真是个糊涂的孩子，年纪轻轻的，这种事也能做吗？还疼不疼？刚拆线，已经不疼了。等你伤好了，戴上这只表，爸就看不见了。哎哎，老爷子，你这个表跟个小孩子，这个太珍贵了。你莫打岔，这个欧米伽旧了些，倒是个好表。是阿伟升排长那年，我特别托人从香港带回来送给他的。后来我就自己戴了，只修过一次，很准的。谢谢老爷子，谢谢。
小敏。大哥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手上的伤好一点没有？嗯。我听说你们被抓到警察局去了。已经没事了，谢谢。你以后要小心点，别让你爸爸担心。我知道。我今天要跟他回南部了。阿豆要未？要吃便当无？阿无先食点仔水果。阿爸咧阿爹倒一支仔粉咧吼。水果先食哈。再见到吴敏，是几个月后的事了。只是那时我们都不知道，在这段时间里，他将再度步上流浪的生涯，让他几乎完全变了一个人。